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打破六柱，三段扣，吃个药，扎一刀，套点盐，闪现平 A。四三，不追了，他也不追了，算了，正正好好，点到为止。啊！来，我让你见识地狱。你让他走，没事。我们不好跟他拼了啊！现在吃完兵走了，他在卡兵线，可以让他卡，没关系。先等一下，蓝签没走，稍微再等一下啊！现在不要着急，这些兵他跟我们拼不了，正好他把 Q 用了。好，这波 Q 出来，扎一刀，二段 Q。三段扣打他一波血，这就是卡兵线的代价。注意 W 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真难呐，就想推波线回家就是不行，真难呐。蓝枪在左边，哇大西哇摸一得死，我也控兵线，小心点，左边可能去中了，但也有可能没去中，反正打个信号先看看吧。我操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三段 Q。吃个药，别急，现在没技能，稍等一会儿，有技能再打啊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开大招，三段 Q 套点盐 ，W 住 ，W 没中，那我们给他锤死。回家，先来一个铁刺鞭，让你们看看我的鞭，鞭长莫及呀、啊！
其实这个鞭呢不太好用，最好是出减蓄力。我鞭蓝枪在下路，那可以试一试。一段 Q E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链柱扎一刀，回来铁刺鞭 ，Q E 二连，闪现扎一刀，跟我玩仙人指路。他应该没有传送，我们可以吃波塔皮。Q E W 柱扎一刀，铁字边 A， 再 A 吃药平 A， 好了。这把塔皮吃掉 ，Q E， 差不多该回家了。这是，当然，如果我们狼一点啊，这波不怕蓝枪也可以干他。怕个屁呀！这有什么好怕的？饶你一命，一会儿我再回来。我们现在的装备还不足以能一打二，那我也得干他呀。这不往我这边靠，我一直在等他往我这边靠，你知道吧？他不往我这边靠，他一直往右边靠。这小子，那行，这波你就塔下别吃兵，你吃兵你就死。你们就当我用了一波大招把他杀了，怎么样？回家了。再来个死亡之舞，现在剑魔呀应该也挺狠，这属于 T1 吧， T1 T0 倒没到，应该是 T1 左右的上路。但我们猴克剑魔，哎哼，哎呀，OP 加 GG 是 T2 链，流畅不？流畅吧。点盐浪费了，我感觉刚才这波连招说实话有点晒。
我自己都被自己给晒到了。这波没有大，可血战斧一段扣，蓝枪可没来，我看谁保你。链柱二段 ，QE 杀，可血战斧不行了，这不秀了。操！他怎么连回都不回？他都。回头这个人，哎呀，他是真怂！哇，我刚才这波预判他的走位，这波扣没扣出去，没扣到人，可太难受了，真猥琐。他连上他都不上来，你发现没有？他那个兵他都不补，我都往后靠这么远了，他都不去补那个兵呢。九头蛇，死亡之舞啊！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看看蓝枪的红在不在？他在打石头人儿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来的呀？我这边没有眼儿啊！一段 Q， 二段 QE 炸链，跳弹就说：“哎，算了，给我蹬回来了。”我没想到，我们现在一打二应该没啥问题。这青钢影的装备打我们基本不掉血。不还手，打不还手啊！A 可血战斧一走，我下当了。哎，突然之间出现一头狼。啊，这嘎里奥的伤害不行，我一打二，我打个蓝枪没事，我打这嘎里奥不行，他伤害太高了，他能秒我，我都没有魔抗。再带一波吧，再带一波去跟队友打团去了，不能再跟他带了，跟他带他也不出塔，我们杀不了。
我只能跟他小耗。关键他不补兵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补刀，这人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他不补刀。来 ，Q 一 W 扭住，二断扣，三断扣，科学战斧一过来点烟，扎一刀，平 A。A 接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我操，开大招 ，Q 一耳链往哪走呗？给我扎，人头拿下 ，Triple Q。我大怎么没了呢？两个，没大 Triple Q， 也还可以。把他二塔推了。空了两个扣，那没办法，他走位呀。可血战斧一刀两刀三刀扎 A 一下，再 A 再平 A 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一扎一刀，可血战斧一 W 扭二连 Q 一下，二段扣扎一刀，闪现 A 死亡之舞回血平 A， 再 A E 再扎，可血操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哎呀，收割兄弟们。出什么来着？出九头蛇，没有吸血的，主要是。创空了，再创，又创，玩呢？九头蛇出完，出个振奋，振奋出完，再出一个护甲的装备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春哥，没了，没了。感谢椰汁秋的泡面的十个办卡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这把的 MVP 居然不是我，我没想到，我接受不了。